然敢挡我的路，那就受死吧。都是碍眼的苍蝇，我这就把你拍下来了。我有鸿鹄之志，必定成功。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寸步不让。请给我记住，我的野心还没完呢。可以击败敌将。兄长，您果然厉害呀！寸步不让。今天就送给你们了，快点退往长安。我们已经击破逆贼董卓，并夺回了洛阳。联盟军大获全胜，大家庆祝胜利吧。终于诛杀了董卓呀。不，非常遗憾，此次未能完成讨伐。什么？那你们来干什么？这董卓已由洛阳向西逃走，我们特来报告。可恶的董卓，他的命也太硬了吧。算了，暂且撤退吧，你们也赶快准备一下。请稍等一下，董卓没有重整旗鼓，而是直接逃走了。如果全军立刻追击，应该能轻松地取其首级吧。不能追击，我们的损伤也不小，必须先撤退，重新调整队伍。如此一来，董卓也会重整态势，要讨伐他恐怕会更加困难。可恶，区区民间军竟敢对我的命令指手画脚，真是不知分寸。我们要退至洛阳，重新商讨斩杀董卓的计划。这就是我这个主帅的命令。传令全军，迅速准备撤退。你个吕布，你这恩将仇报的家伙，想要杀自己的义父吗？义父？哼，笑话！你的性命马上就要被我了结了。好狡猾的女人，原来这些都是你捣的鬼。葬在这里，便宜这蠢材了。从此之后，我要走我自己的路。
虽然董卓已经死于吕布之手，但是百姓的生活丝毫未见好转。汉王朝依然是贪图权力之人的巢穴，这一点暂时不会改变吧？可恶，到底还得打多少人才能太平啊？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的穷苦如此根深蒂固了吗？那接下来可怎么办？联盟军已经解散了，难道我们自己闯进都城去？不，那样太鲁莽了吧。我们名不正言不顺，如果攻入都城，兄长就成了谋逆之人。现在还是暂时赐福吧，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力量一定会再次派上用场。抱歉让你们二人受苦了，但是现在先忍耐一下吧。有什么好道歉的，大哥只要照自己的想法做就行了。正是，协助兄长完成志向是我们兄弟的使命，既然兄长要等，我们就会一直等下去。一直等下去吗？朕希望百姓生活困苦的日子不要拖得太久啊。